你知道法拉利488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台超跑法拉利488 Pace 赛道版，今天看下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搭载 3.9 T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20匹，最大扭矩770牛米，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，中置后驱布局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无限速高速，专业车手驾驶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，100到200用时5.48秒，最高车速339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。